法军团是一款以战斗与资源争夺为主要玩法的游戏，也是少数主角会有超多主被动技能可以学习的游戏。最特别的是，角色的培养有极高的自由度，就算是打手也可以靠配点的方式硬转成坦克。虽然游戏不免俗的需要抽取各种英雄，但在目前的版本中，最常见的怒气流玩法是2到3位辅助监控场，然后配1到2位打手。在这种配置下，容易抽到的五星辅助英雄反而是队伍的主体，而不必追求全六星，所以角色培养也更容易哦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